为什么卫福部在疫情又在升温的时候突然间要雨天收伞？雨天收伞难道就是现在卫福部就是民进党政府要给我们全国百姓的状况吗？今天我们的标题，陈时中你是前指挥官，但是为什么现在疫情指挥中心的命令好像都还是有背后有陈时中的影子？要不要跟国人讲清楚？媒体的报道，昨天他特别讲，原本卫福部八日的时候公告，9月15日要限缩清冠公费清冠一号可用，引发中医界的怒火。卫福部次长王必胜才紧急开会增列三项公费条件。我们要问王必胜次长，卫福部的官员，你们是连假在放假是不是？这个八号的公告不也是你卫福部的公告吗？难道你们在公告前没有开过会，所以你们现说的状况完全不知道？一定要怒火之再烧之后，才由王必胜再紧急开会，才再增列三项公费条件。所以换言之，你在公告之前没有开过会，还是在公告之前随便想随便做，被人家骂了，知道雨天收伞不行了，才又紧急再增列。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医界人士指出啊，中医是原要在明天中医是后援会陈时中的后援会成立的时候要抗议。这句话最令人感到奇怪。媒体的报道，陈时中要不要说明一下？陈时中前天晚上漏夜要王必胜修正公费新冠一号的条件。陈时中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台北市长民进党的候选人是现在你的角色，前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现在的角色，还是路人甲乙丙丁是现在你的角色？你没有一个角色是可以直接漏夜联络要现在的卫福部次长来修正。那现在卫福部谁当家？现在薛部长你上任了快2个月了吧，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公开表示你的次长漏夜接前部长陈时中的电话，陈时中一个命令他就可以火速改卫福部的公告、卫福部的条件、卫福部的政策。那现在到底是陈时中当部长还是薛当部长？网络上靠北中医也特别有讲哦，我想这一点国民党团很负责任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也要呼吁啊，各资法哪一个单位哪一个部门负责？感觉现在各资法的保障流窜啊，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隐秘啊，因为靠北中医特别就写啊，某工会的各资外泄太严重了吧，工会选举收到简讯，现在又来，而且还有成立后援会，去不止牙医，中医也是要收到简讯私讯给这些会员，要去成立后援会。我们要问，是成立谁的后援会？看起来刚好跟这两天陈时中在成立中医后援会，非常的高度时间非常高度重叠啊。而且能够有这样子神通广大的管道的，我想台北市长候选人三组里面恐怕也只有陈时中最有办法。也因此你现在在当中华民国卫福部的地下部长，你还可以去动员各工会发简讯发讯息来帮你成立后援会，来动员这一些人，牙医师工会、中医师工会，要把黑手伸到那么深吗？选举有必要选到那么难看吗？这一点都要求民进党政府出来说清楚讲明白。睡眠问题的话，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